冬粉、螃蟹、皮皮虾。漂亮。Falsos son los que me sobran pa' que sepan y eso puedo comprobarles. No más cuando ven el queso como ratas luego empiezan a acercar. 好死了，我天哪！放火是我的英雄。谢谢。哇！我这看也不错，好大。哇，真的好棒哦，好赞。这是我的房间，好高级哦。这还有个小桌子，早上可以化妆。先看一下外面，哇，天气超级好，它的日式很漂亮。刚花好久时间才买到一张车票，这边好神秘哦。你喜欢我好怕我会吐哦。这两个或蓝色哦，对，蓝色对或者有点白白的那个都好好看哦。哎，你们俩看起来超像一对一套的。这衣服好便宜哦，我可以全部买哎。这好像也是我一双的。哦，好便宜哦！天哪，我现在根本看不到我在拍什么。我的画面是黑的，我看得到一点点，我看不到哦，看不到，看到了，我好怕我掉下去哦，哦是这个，哦应该是这个，你们想坐哪里？坐里面，里面，我现在在去郑王庙的路上，那我跟我们哪一个是郑王庙？刚刚拿自拍照确认，好可爱哦！漂亮。萨瓦迪卡。萨瓦迪卡，你要说萨瓦迪卡？泰国人真的很缤纷哎。你要破音吗 ？Hello， 萨瓦迪卡。I'm booking for 5 people. 大家按摩油都可以吧？对。Okay. Okay. Oil massage. The pressure is light to medium. It's not strong. Okay. 这个是最有名的，大家最常选的。外头。Hi. Wow. 漂亮哦。它是那种独栋的，好高级哦、oh, ！Thank you， 哇，好漂亮哦！这里我第一次到那种按摩床，是里面还有厕所跟沐浴间的，那真的可以在那边洗澡哎。它的那个精油的是，哦，你是水，水，这好像是那个药草枕，可爱，躺了，我还放不上去，对，好舒服。是我们全部点的蛋糕哦，我们点的看起来都超好吃的，这是提拉米苏杯对不对？嗯哦，看到一下有什么，你们想吃什么炸鸡？对啊，想吃什么？可以吃一个饼干吗？苏菲可以吗？哎呀，你吃不要把别人的，你到底要吃多少？完全是因为我，他才变胖的。
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李玉璇。炸套餐，蟹肉冬粉、螃蟹、皮皮虾。哦、皮皮虾跟蟹肉炒饭，虾仁炒饭，你好赞。然后这我这个酱可以沾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，那真好吃，真好吃哦，超好吃。嗯。是来泰国发现一件事，泰国 Seven 的泰奶最好喝，超好喝，而且这一瓶大概一大瓶，那么大瓶哦，台币35块左右吧。如果你们来泰国，然后晚上想喝泰奶，真的可以去泰国 Seven 买，因为真的超好喝。嗯，好爽哦。说不定会阻止他。林玉群看着镜头说你要减肥。刚刚尊跟我说，你如果今年没减肥成功，你是要干嘛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要吃他几只。你怎么吃得下林玉群？我要减肥啊。今天呢是第三天，昨天我们大家玩太疯了，一起床就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你有看到我这个浮肿的眼睛吗？那是我这个失眠状态是怎么回事？现在看一下今天的行程，然后我们来化个妆。上妆的话呢，我这次用的这一条。我不是前天刚从韩国飞来泰国吗？那韩国跟泰国温差将近应该有快40度，反正就是大概35度左右，温差超级大，我真的觉得我在整自己。我那时候刚从韩国过来的时候，就在群组跟大家说大家一定要带防晒，然后我的包包放了超多超多的防晒。然后我们这是同行的朋友啊，他们就在讲说哦没关系，我们都擦防晒，我不怕黑。但防晒不只是黑的问题，是防止你肌肤老化的问题，所以防晒对我来说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。旅行的化妆包都很精简，给你们看我说韩国带过来的化妆包就那么小，里面什么都要有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旅行带的这个妆前乳，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用到可以说是心中韩系品牌中出的 CP 值最高的妆前乳，那呢就是这个爱妮妮的我爱水泥妆前防护乳家族。我先说什么 CP 值超高呢？它真的是太惊人的好用了，因为它每一罐的防晒系数呢都有 SPF 50加 PS 4个加，质地超清爽好推之外呢，后续跟底妆也都不会打架起屑，价钱完全是学生跟小资族都可以负担的。那今天呢要来分享这三罐，这三支妆前乳我正在韩国接触到的时候呢，真的天天用，或者说我早上上课啊，或者说我日常出去的时候都会用这三条。早上上班上课前快速擦，或者像我现在旅游的时候，就是你只要出门赶时间之前呢，轻轻的擦一层。你们看这个是很好推，所以它真的是可以让我底妆持续一整天。而且我从零下的韩国到现在曼谷35度，干冷到超级热的天气呢，这个妆前乳都帮了我很大的大忙。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三罐的质地差异，绿色这一罐呢，我看是透明无色，它主要是可以控油保湿。那粉色跟紫色有校色功能，可以让你的肌肤自然调整成亮白的好气色，它的质地都不会跟我的底妆打架，所以就很棒。那粉色跟紫色这两罐呢，也好校色功能，所以它可以单擦来当做你的素颜霜，赶时间的话就是单擦。那平常的话呢，像我现在黑眼圈很重，就是妆感你需要比较精致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搭配一些简单的遮瑕或者底妆来上。那我自己觉得这三支妆前乳呢，控油程度的比较大概是绿色、紫色再来粉色，保湿程度的话呢是粉色、紫色、绿色，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咯。我现在呢就先上半边脸给大家看，你看就只有一点点用量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因为它的质地是很细，然后很好推的，所以我手指这样轻轻推，没有，我拉那么近看也是完美的贴合肌肤，你也不用另外再用什么海绵啊或者什么去拍，光是用手有这个匀度在，就代表它真的真的很好推。而且重点是呢，它的紫色去黄效果非常好。你们看我现在两边，这边有伤，这边没伤，这边真的是提亮不少，是非常非常自然那一种。因为我非常排斥就是那种面具妆感的感觉，所以呢，这种自然又可以去黄提亮的效果，才是我最需要那种妆前乳的妆感。这罐就完全非常值得推荐。我现在先边来上另一边。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三罐呢，妆前乳都有高防晒系数，很多人会在意妆前乳致粉刺的问题。其实呢，你彻底清洁干净，然后你的卸妆做的确实，其实妆前乳是不太容易致粉刺的哦。当然做日常卸妆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彻底卸妆再洗脸，每天干净的卸妆是非常重要的。这罐紫色呢，就可以校正你肌肤中的蜡黄，去中和你的黄色调。你们看我现在擦完了，脸上那个黄调立刻消失了，这 before after 差很多，对吧？而且是那种自然透白光泽，就是擦出一点都不死白。然后它的成分都还有那种植萃的萃取物，所以可以控油加补水。我挑妆前乳心中都有几个条件，有五个是我自己觉得我挑妆
唇釉一定要必备的东西，分别呢是保湿、持妆、控油、校色、防晒。那这五个呢，这三罐全部都有，全部都做到满分，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么推荐它的原因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在泰国，在35度的大热天下，差不多8到10小时的妆感，那么久过后呢，我的那种通透冷白皮感还是在。我昨天是去穿了泰服，然后逛了郑王庙，晚上又到处跑，真的热个半死，但妆感真的维持的非常非常的好。我出来旅游都不太喜欢带太厚重的粉底，所以我只擦一个简单的气垫而已。那妆感主要来源就是在妆前乳的部分，就真的只用简单的气垫的拍一层，但是肌肤妆感真的超好。之前很多人问我说，底妆常在夏天或是比较大热天的时候出油脱妆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用个轻薄的妆前乳来打底，用妆前乳先帮你锁住你肌肤底层，保湿控油补水的部分，让你的肌肤打好基底呢，你后续上一些简单的底妆呢，整个效果就很自然，然后也更持久一点。我现在全脸都有单挑妆前乳的样子，所以好的妆前乳呢，真的可以让你的底妆质感更加分，它让你的整个底妆呢更轻薄，不容易出油，很适合平常赶时间的上班族的学生，或者是喜欢清透自然妆感的人呢，都很适合这一罐哦。而且我喜欢艾米米家还有原因是，他们家的东西呢不但包装很漂亮，本身定价就很便宜。现在上艾米米官网购买呢，单件85折，第二件77折。他们家的定价本来就 CP 值很高，然后又很常打折，所以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学生小资族的一个原因。对他们家产品有兴趣的人呢，可以去我的资讯栏点击逛逛哦。给大家看这边，这是 iPhone 四洋算是最大的这个水上商场。你看这边很漂亮吗？我很喜欢这里。我等一下来买个道地的泰奶。我真的心好累哦，我叫不到计程车，我等叫嘟嘟车。然后我刚刚上车说要坐300，然后现在停下来跟我说要400，那我能怎么办？大家看看这个嘟嘟车开出去的样子，就这样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后面就是一堆那种车，感觉很奇妙吗？司机都不打方向灯，我觉得超可怕。这真的没问题吗？好可怕！我每次坐都觉得好可怕。这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在台湾真的不会看到那种场景。感觉休息了。